你后面可是水，七姑娘，若是我今天杀了你，她会来救你吗？七姑娘。 是我，如何？你这么护着他，咱们猜一猜，今天会来救你吗？他？谁呀？公子，怎么样？你看，我不过是来附近喝杯茶的功夫。我的丫鬟去帮我买些东西，我看到楼下发生暴乱，就跑出来，有何不对吗？嗯。不过你这一杯茶的功夫，动静可不小啊。 你这三哥平时护着你，今天看来也不过如此嘛。三哥，这事与我三哥也有关系啊。狡辩，没关系吗？啊？小心，你后面可是水。七姑娘，若是我今天杀了你，他会来救你吗？大庭广众之下。 你草菅人命，你眼里还有没有王法？闭嘴！尔等都是一些藏头露尾的鼠辈吗？你们先回去。不行，公子不能去，他是算准了你隐藏的方向，故意引你过去的。我要救他呀！你要是就这样出去的话，就是给陆家雀把柄，说七姑娘跟我们是一伙的，日后还怎么撇清关系？你要这样做的话，七姑娘不仅会死，还会牵连整个罗府。公子您冷静些，陆家雀没见过我。 我跟罗父也没有任何关系，就算被抓的话，最多就说看不惯他们欺负一个弱女子。公子先回，我跟师兄们去救。走。还不现身吗？既让一个女子来为你们打掩护，不丢脸吗？是想要看着她死？就算我今日再死一次，我也不会成为你要挟我三哥的筹码。